还有20秒的时间，各位准备好你的手机相机，待会有6分钟的璀璨烟火。他因为为什么不先放引信？怕会走火。没错，我们是安全第一哈。十秒钟，一起倒数9、8、7、6、5、4、3、2、1，请起动。谢谢。我们跟所有的朋友一起来欣赏6分钟的高空璀璨烟火。在我们第一幕的风炮城，台南每年的盐水风炮一直是许多人到达台南旅游朝圣的节日。第二天节目开场呢，也要带给大家最棒的烟火，高空烟火，让所有的观众跟贵宾感受到不一样的烟火秀。在烟火的意象将会以特制大尺寸大虎尾以环场方式在低空中展现气势，再以特制的金色烟火在高空处来释放，非常的壮观哦，照亮了我们整个将军渔港。在接下来第二幕的布灯火，听到我们将军渔港最震撼磅礴的音乐，在将军渔港的夜晚，海岸美景以及光雕装置也是将军渔港的特色亮点之一，以此作为主题，也能将将军渔港的夜晚特色再次大力宣传。以冷系烟火带暖色系烟火，可以呈现出浪漫的氛围。结尾将以紫色系搭配缤纷的烟火，做出有张力的大画面。壮丽啊！接下来在第三幕的蓝海道，听到了非常热血，来自831的致青春。将军渔港为蓝色公路，在此将以蓝色公路作为设计主轴，
并且搭配台湾人敲碗已久的蓝色烟火，可作为宣传行销一大亮点。在烟火的意象将会以特制烟火蓝色烟火以密集的方式打出海洋的意象，在色彩搭配最后也将利用银马尾烟火来作为结束。哇哦！今年最漂亮的璀璨烟火，为我们在 Day 2的将军火画上一个最完美的 Happy Ending。